你也来了三次了。我来三次，然后昨天下雨。哦，昨天下雨，我就没有。来，然后你昨天下，然后你下播了吗？下去没下播了。我下播了。刚到哦，第一天嘛，哎呀，第一天他那是不会狼叫，今天才学，我做这两天才学会狼叫。来，介绍介绍。我来自贵州的。贵州，贵州的，在这打工还是？对，我在这里工作。在阳江啊，还是在咱们闸浦？我在阳江工作，江城区，我是瑜伽老师。瑜伽老师啊，对，哦。哦，江城区瑜伽老师。嗯，你喜欢广东吗？还行。喜欢广东的靓仔吗？嗯，我喜欢看一眼。啊？这个怎么说呢？嗯。我不挑。你不挑啊？哪里的都可以。嗯，哪里的都可以。看那个。看演员吧。看人品吧。对。对吧？嗯，行。我哥一起来的，我跟我哥带来的。哥哥也来了。哦，哥哥支持你。来交友吗？但是呢，我今天我说的是，我说老天爷都不让我吧，找对象，我说算了，我算了不去。然后我哥说，今天不下雨，你赶紧的，我下完班我就赶来了。是啊，哎呦，谢谢你对干娘的信任啊，谢谢宝贝儿。来吧，多大了？我25了。25岁啊，花季少年。虚岁26。啊，25岁，啊，那个瑜伽老师，你的。在阳江工作的。啊。你想交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啊？就是首先要有孝心，上进心，啊，首先要有孝心啊，然后成熟稳重，成熟稳重，工作上面，呢，就是说能稳定是更好的啊，能稳定更好啊，然后那个个子呢？个子在176以上吧。哦，176啊，176，必须是咱们啊，哪里的都行。对。那比如说啊，人家那个四川的那个小伙看上你，让你去四川，你去吗？不是不行啊，那行吧，啊，看感觉吧，啊，对，看感觉啊，年龄在20，比我大个3岁起吧，28岁，最起码就是说3岁起，不能小过我啊，不能小啊，28岁，小我也不能大我2岁，最小就是3岁起，啊，就是比你小3岁的。我的意思是最，就是说3岁起步，最少大3岁起啊，那就28吗？对，28岁以上的吗？对。那起啊，那你60岁的你也行啊？不行啊。那就是嘛，你得有个底线，或者是35岁，或者是28到35吧，或者是行吗？啊，35，比你大的多了就。10岁了，我帮你啊，那就28到32，5岁吧，啊，28到32的啊，来，很多为你举手的啊，看见没有啊？人家要个有孝心的，然后呢，工作要稳定一点的啊，来，好多人给你举手呗，哎呦喂，你自己选吧，宝贝儿，你自己选。太多了，你看我向你招手的多少啊，都那么喜欢你，有什么办法啊？瑜伽老师啊，你能不能给我搬起来？能吧，搬一个让他看看啊。啊，这裤子不能搬啊。瑜伽老师，你自己选吧，这么多举手的啊，你自己选哪个，就是你见完他以后有点心动啊，你看看啊，这儿俩仨四个，哎呀，5个6个，看见没有，都是啊，你看7个，这边还有呢，宝贝儿，都是啊，你到底来干啥，看热闹的吗？我就来看看你们开始。那我点你个2回，你就无动于衷，你跟傻子似的，哇，东看西看。你见到这个妹妹，有没有动心的感觉？没有。停下来，停下来。我不喜欢太瘦的。不喜欢肥胖。这叫瘦吗？哦，不行，他练瑜伽的啊。等会儿我给你找个胖子吧，好不好？而且我是。会找广东以内的哦，必须是广东的。对，广东吗？来，胖妹妹，你们做好准备啊，下一个
就是他啊，来，好，你既然是有缘无份吧，啊，来，这个，这是你自己选的。我25岁。25跟你同岁。央企工程师。央企工程师在哪里上班？在海陵岛。就在这里啊。对，我们在海上搞一个海上风电工程。啊。搞了10多个亿吧，20个亿。工程师嘞。嗯。我是家里面有2层小洋楼，然后两辆车。嗯、啊。还有洋楼，还有车耶。嗯。还有啥？但是我家有没有弟弟妹妹？哎呀，有个妹妹。啊，有个妹妹，蛮好的嘛。但是我老家在海南的，我跟他说一下。但是我在海陵岛上班。啊、嗯，那你房子谁给你买的？房子是家里的。那你爸爸妈妈现在在哪里？我爸爸妈妈在老家呀。在海南。我可以，如果谈上合适的话，就在阳江买一套也可以。不是，你现在在海陵岛的房子谁的？不，我住公司宿舍，公司宿舍。啊，2层楼是公司宿舍呀？不是，我是2个楼在老家。啊，老家哦。如果谈得合适的话，在阳江买一套也可以。对，他说如果碰见有缘人，适合走进婚姻殿堂，他就在咱阳江买房子。现在阳江没房子，老家有2栋楼，有车。对呀。老家海南呢？嗯，我也听糊涂了，听明白没有？啊，好像明白。25岁，工程师，国企的，央企，国企中的国企。啊，央企的，那一个月能拿多少工资啊？1万多吧。啊，1万块钱。如果以后顺利的话，以后晋升的话，可能工资会更高。对，我知道，晋升了肯定高。啊，25岁，啊，挺好的一个男孩子啊。可以说工作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。嗯，工作很稳定。考虑一下，希望考虑一下。你户口在哪儿？户口当然在海南，不是我老家在海南。哦哦，那你这个在企业的央企的户口还不弄过来，无所谓的是吧？户口暂时不动吧。啊，好好好，明白了啊，来，宝贝儿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93年的。你是湖南的，他不考虑湖南的吧？我考虑湖南的吗？嗯。嗯，在这里已经买房。哦，你在买房子了？在哪里买的？在阳春买的房子，人家现在住广东人呢，定居了啊。嗯。因为我在广东这边上班。啊。我家里独子。嗯。独自己在这边。嗯，你在这干什么工作啊？国企上班。也在国企啊？哦，年龄呢？年龄32，93年。32，93年的，嗯。他是国企上班的湖南人，在这也有房子了。你想他能在这买房子，你说他收入也不菲啊，知道吗？你们家给你帮忙没买房子？帮了，给你帮了是吧？哦，个子1米8多，挺好的啊。还有一位，再让他谈介绍介绍吧。好，来介绍介绍，来宝贝儿过来，你又上来了啊。嗯，来，认得我？你穿的热不热呀？哦，不热啊。行。阳江人，对，本地的、啊、本地的，多大了？住公寓的，31岁，我都忘了你干啥工作的了。住公寓的，在北路秘境住公寓的、哦、他有公寓，开公寓的。 对，他家有房子公寓，反正就是200多套。爱住哪一间哪一间。200多套海景房啊。嗯，公寓租的吧？自己做的。自己做公益的，你这么好的条件，怎么30多了都没找到对象啊？忙啊！啊，主要是忙啊，怎么圈子小是不是？对啊。他们这些做事业的人就是圈子小，遇不到年轻的美妹，知道吧？利用我这个平台就想交朋友啊。同时也是像我，对吧？你肯定接触不到帅哥了，你看搞瑜伽的都是靓妹呢，全是女孩子，全是女的嘛，你怎么能接到男孩子呢？对不对？来，这个就不排外了，这个排外啊，来，嗯，你先下去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嗯，你要站那里也行啊，来，3位往前站。现在目前有2位是外地的，1位是咱们阳江的啊，但是2位都是企业，搞企业的，一个是外企的，一个是国企的，啊、嗯，一个有房的，一个没房的，然后一个是很多房的，200多套的啊，来宝贝儿，你仔细再看一看啊，
你愿意啊？来，你拿着吧。你愿意三位都交，还是就交其中的一位，还是一位都不交？我想问问我哥。哥哥，你在哪里？哥哥呢？哥在哪儿啊？哥，你哥在哪儿呢？来，哥哥也上台吧。你听你，他躲起来了。啊？你哥的意思就是你哥都没办法选了，你哥说了仨都这么优秀，我怎么选呢？那得看你对谁哪个女孩，那对哪个男孩心动一点啊，你只能这样选啊。你觉得呢？两百多套，选两百套啊，两百套，选两百套的，两百套啊，谢谢你们，仨都要，那管家女儿累死了，仨都要，你说说啊。能石头剪刀布吗？你见谁心动，你就说跟谁多交往。啊？小声跟我说，哪个？两百套。想交给。恭喜你，走吧。是的，他那啥，他想要一个特别特别稳定的，他说了啊，你他稳定，但是他那个什么，要两百套房子。你说两句吧，啊。我兄弟啊，他看上我没啊？我问看上我没啊？嗯，没有。没有啊。但是他有一点点看上你。他主要是看上他，主要感觉对他有点心动，对你第二心动，他不考虑那个了就啊。然后他主要想交一个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两个嘛，男孩子都挺老实。他说那我就交一个吧啊，我就交一个。然后如果你要是不死心的话，你也加一个没关系啊，加不加？啊，好啊。然后他主要是想加你，但是呢，我想给你们多点空间。你也可以加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主要的目标是你是他啊，嗯，明白吧？好不好？然后你也可以带努力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但是你们都是成年人，都读过书，我都不用教你们了啊。爱情本身都是自私的，你知道吧？哈，不要让他追，好不好？好，行吧。加油！手机在哪里？来，去那边加，去吧，好吧，去吧。加个微信，好吧，好，去吧，好，你好，你好啊。